My PPT, please. Yes. Royal told me that to use English, but I see most of the people understand Chinese. Probably I use the English PPT and explain in Chinese, so it's probably easier. Huh? 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硅谷这个在参加这个 CES 之后这边也有很多感受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创业大赛这个水平很高在前几年我们议的这些话题现在在 CES 都变成了也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想这个在 CES 里头，现在我们这个硅谷的企业还有中国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现在像 AI 的机器人的，大家做的东西都很多是雷同的东西比较多，这里头在技术方面还有哪些这个要可持续的这个就是在。 技术方面的突破，这里头我想今天用我们的 research 和这个创业结合的这几个点里头，做几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些启发。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我们叫认知技术，实际上在工业 4.0 里头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这里头实际上包括了人工智能，还有一些这个认知和这个心理、脑科学的等个更多的技术，里头它主要的目的，好比把这个复杂的系统怎么建模。 怎么让它这个预测性的学习和自主的和决策，而且在交互里头的决策，这是我的今天起的这个题目。下一篇，再往下一个，这个里头就是去年的咱们的这个所谓的 Smart Machine 的Gartner的海口，这个整个的里头，我们想这里头在这像 VR 等等，现在都逐步的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 technology 在最上头，在所谓的这个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都是变成的最高的点，在最左边实际上包括这个深度增强学习，还有机器人的做 advisor 这些东西都逐渐的变成越来越热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下一个。 里头包括这个现在的智能制造，刚才这个智能制造论坛里头，我也稍微讲了一点，包括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结合，这是在美国，这个最新的这个叫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这里头或者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这里头最新出的两个报告。 我想也是代表了这个美国尤其是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这个美国制造更重视的一个基础。咱们中国这个在制造2025已经出了很详细的方案，我想这个2017年也将变成一个在智能制造几个国家争夺这个高技术的制高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下一个。 这里头，我想这个在今天我们谈这个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里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technology 一个是计算，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数据，数据里头传统的这个大数据公司是在最下头这一行，这个做这些技术，包括数据的整理、数据的这个可视化，数据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整理等等，现在的整个的趋势是在第二层，整个在数据里头的发现和到最上头一层的数据的真正的自动的整合和这个自动的决策。下一个，另外就是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模式，在 CES 里头，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创新公司，现在在摆脱这种传统的触摸屏和这个显示设备。 整个用新的这种无处不在的这个显示和这个自然的交互的模式来改变整个人机交互和人机器人和人整个工厂方面的交互的这个模式里头用这种以后用自然的语言，用自然的这个手势、自然的表情和自然的物理交互，甚至用脑信号把这些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我们未来的人机界面的这个技术。下一个。 我们讲这个机器人，实际上还有人工智能，下一个的整个的这个应用的场景，除了在智能制造之外。
还有在整个我们的面临的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应用啊，包括这个助老助残啊，大城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啊，这里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创业的机会啊。下一个，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个机器人从移动到操作啊，这个里头包括在这个物流里头、家庭里头、医院里头的各种应用。下一个，啊。包括这个工业4.0里头的这个人机互动的一些交互的一些场景。下一个，啊，这个我说去年我们在这个汉堡，我组织了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这个世界智能机器人大会啊，这里头3500这个人参加，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业界，还有创新大赛里头也是。把这些最新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机器人的技术啊，变成这个创业的和这个变成这个创业的公司和产品啊。下一个，现在这个中国现在也在做这个人工智能2.0的这个 roadmap 啊。这个我有学生，他们现在也在北京，正在这个写这个roadmap 里头，我也给他们做了很多咨询啊。机器人的2.0现在也是在谈啊，机器人里头慢慢摆脱这种传统的被编程的这种固定程序执行的这种机器人的模式，来由这个很多的交互功能、很多的记忆功能、学习功能啊，变成2.0的机器人啊。我说现在我们可以谈的就是2.0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这个从原来讲的这个主要自主系统到这种交互系统，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以人为本的技术啊。所以就是人的2.0通过这个机器人的技术，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通过大数据的技术啊，把我们人的能力提高到以前没有的能力啊，包括我们在孩子的时候的能力，包括我们健康人的能力，但更不用提这个我们老年以后或者残疾以后的能力啊。下一个，这里头包括这个物流的各种各样的系统啊，通过这种新的智能机器啊，来实现这个新的这个自动物流。下一个，包括我们的机器人，从这个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到交互机器人，到这种可以装配的各种各样的柔性的控制的机器人。下一个，包括我们用机器人啊，来这个检修各种各样的环境的管道、隧道和桥梁、公路等等啊，这些都有我们最新的创新公司的一些例子啊。下一个，这个如果是机器人在智能的工厂里头，实际上它可以实现很多的新的功能啊，这个包括这个处理比较复杂的环境，然后它很那个柔性，然后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下一个，啊，然后传感器是下一步智能机器人的一个最新的关键技术啊。现在所有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的整个发展都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多传感器来感知环境，做智能控制，自主决策。下一个，啊，请点一下这个中间那个这个 video 啊。这就是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欧盟项目结束的这个结题的一个欧盟项目啊，做的这种这种自主的有感知的、有操作功能的这种机器人啊，在这个意大利跟这个瑞典啊，都在老人院里头每天都在试用啊，帮着老人做家务，然后除了这种感知功能、交互功能之外，还有很多的操作的功能啊。时间关系我就不多放了啊，请放下一页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机器人在这种护理方面的自动化啊，我的学生最近在深圳创立了这个叫博维医疗啊，现在已经有产品逐渐在上市，包括帮着护士查房、解释各种各样的情况的这个右边的机器人，包括这种自动配药的这种自动机器啊，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传感器，然后很多的自主决策的系统啊。所以我说这个从 factory automation 到这种 fostering automation 到 medical automation 到 home automation，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过程，从先 to B 到 to C 啊，这种自动化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一步一步的应用。下一步
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使用的这种开源的这种操作系统，也是给我们新的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啊。现在这种机器人的开源操作系统啊，这是我们这个五年前出的一本书啊，现在所有的这个使用这个新的这种开发机器人的软件的啊，都使用这个 ROS 的操作系统啊。下一步请点一下这个 video 啊，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模块化啊，这个这回我们在 CES 里头也看到了很多新的这个模块化机器人的产品啊，这是我们这个是在五年前已经有的一些新的专利啊，把机器人这个按照这个几个标准的模块来生产，来这个开模，让它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构型，各种各样的新的这个功能啊，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机器人，未来机器人的一个概念。下一个，下一页 PPT 啊，请点一下这个左边跟右边的这个 video 啊，左边的对，这是也是我指导的一个这个李清都教授做的这个这种被动行走的机器人啊 ，passive dynamic walking 啊，创了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用一度电能几乎走到这个40公里啊，这个然后把这个被动行走的这个概念啊，现在新开发了一种叫做这个助行的一个机器人啊，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啊，现在也在逐渐的在产业化啊。下一步，下一页，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自主的多只手的操作啊，现在是一个工业自动化的一个下一个未来的瓶颈问题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多传感器用视觉触觉来进行这个机器人的物体的操作啊，这里头也有积累了很多的技术啊，现在逐渐的在进行产业化啊。下一步，包括这种多臂的这个自然交互的系统啊，装配系统啊，现在也变成了这个现在工业界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十年前做的这种自然交互的这个操作系统啊，也是现在逐渐的走向这个工业应用。下一个啊，现在另外就说，现在基于大数据、基于经验的学习啊，现在我们也是在逐渐的从欧盟的项目啊，到转化成新的公司啊，这里头也是我们做的一个餐馆服务的机器人啊，里头我想这个给大家解释的就是右下的这个图的指标，就是说智能的学习系统啊，拿什么来衡量这个曲线的这个横轴，我们叫机器人和人交互的这个长短啊，命令的长短。Description length 啊，然后这个数轴叫 fitness to idea model， 就说机器人理解的环境跟真实环境的里头的差距啊，实际上通过学习，我们就希望人机器的交互的长短变得越来越短啊，你告诉他最少的信息，他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啊，而且他对这个世界理解的模型的这个准确度越来越小啊，从这个右上这条曲线逐渐学到这个右下这条曲线，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通过机器人的不断的经验的积累、经验的总结、概念化，然后最后指导机器人的规划来这个做的这个下一步做得更好啊，下一步啊，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机器学习啊，从这个监督式的学习啊，就这样往下翻啊，这个从这个机器的自动化到软件的自动化到监督学习和这个增强学习，现在我们在这个研究这叫做连续学习的技术啊，实际上是基于这个增强学习和把它的层次化啊，学到一层一层的啊，从最顶级的这个概念到这个skill 到上头的这个整个的上层的学习啊，这里头下一个里头包括这种深度的增强学习，在这个多传感器的机器人里头的自动控制啊，这里头的模型我们在十年前已经用的非常多了啊。下一个，
现在就说这个 reinforcement 啊，这个增强连续学习啊，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步一步的非常多啊，这个往下接着翻啊，就说现在除了这个输入输出的这个一个系统的这个可以测量，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测量它这个输入输出以后对这个系统的整个的系统的性能的评价啊，再往下翻啊，这里头包括这个对未来的这个预测和基于前部的未来的预测啊，这种所谓的这个 continuum learning 这种概念，现在已经这个逐渐的慢慢从学术里头用到自动驾驶，用到机器人，用到智能系统里头。下一个，最近也是这个在 California 住的一个这公司叫科技台啊，我是这公司的 Brain Trust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司，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叫连续学习的一个 engine 啊，这个把它真正能够变成一个下一代的学习的核心技术啊。下一个，然后我们在这个大数据方面啊，这个 Michael 可能也在场啊，这个跟 Michael 这个Kuiper Technology。啊，里头在做一些这个企业的 ERP 内部跟外部数据的整个多模态数据的整合，基于这些多模态数据的整个供应链的预测啊，做这个生产方面的 Super Brain 的 Consultant 啊，还有 Robot Advisor 也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富士康和京东方一些很好的例子啊。下一个。还有就是这个整个在认知方面，这个智能的视觉感知方面啊，现在这个德泽在杭州的一家这个公司啊，现在也逐渐的这个产品也正在成型啊。下一个，就是在这里头，就是怎么把这个人的视觉中枢和用大数据的方式啊，把这个新型的传感器变成一个视觉的信息的这个库啊，然后放到云里头，用很多的智能算法啊来进行匹配、识别、定位和导航等等啊。下一个，里头像现在的这个谷歌的这个自动驾驶，还有特斯拉的这种感知里头啊，都有很多很多的 open 的这个research topic。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德泽这个视觉的公司都正在开发新的技术。下一个。啊，这里头就是说在这个机器人眼里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定位问题啊，这个绿的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啊，蓝的是这个现在部分成熟的技术啊，这个整个红的是未来的这个技术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视觉的定位和视觉的这个感知和这个视觉的导航方面啊，正在面向的是未来的技术的整个的开发啊。下一步，然后现在在这个导航技术里头，现在在室外的基本上 GPS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啊，然后室内的一般是一种激光的这种办法还是比较昂贵，它只能看这个物体的外边的轮廓啊。下一个挑战是纯粹用视觉的这个技术来进行定位、进行识别、进行导航。下一个啊，现在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这个嵌入式的系统啊，在这种 VR 这个物流和这个机器人里头已经得到了一些应用啊。下一步，这里头实际上在无人驾驶、无人机这个服务系统和这个家庭机器人里头都会有哦，包括宇航飞船都会有未来的很好的应用。下一个，现在这个CES 里头也有这个得奖的作品，拿手机可以识别出上千种的这个物体里头，这已经是现在是变成了一个逐渐的这个 enabling technology 啊，在这个用深度学习的技术啊进行机器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物体的理解啊。下一个啊，包括在工业界里头啊，我们现在用多个相机，这个在这个工业自动化里头，在中国的很多汽车的工厂啊，这个自动识别这个汽车车体的位置和姿态啊。下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用一些新的传感器和机器人的技术啊，进行一些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的检测啊。下一个。实际上机器人的下一个挑战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多模态的学习技术啊，怎么让机器人通过物理的交互
积累经验，然后学到不同的这个本领啊，这都是我学生画的一些漫画，十年前画的，在今天还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的open 的 research topic 啊。下一个里头怎么让机器人的记忆啊，通过它不断的这个交互，通过不断的学习啊，把它的这个长期的记忆发展起来啊。下一个，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个国际的这联合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就我们叫跨模态学习 crossmodallearning.org，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页，这里头我们研究的这个是一方面人的大脑、心理和人工智能啊，在这方面能够希望有个长期的不断的积累新的算法啊，然后不断的产业化啊。下一个，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第一期啊，这个在欧盟里头有上千万的欧元，那个中国的基金委差不多有近2000万欧元的资助啊。下一个，然后主要是这个来理解这个多模态的信息的这个整合跟交互。下一个，然后他研究的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整个智能系统和机器人里头的最核心的问题，包括他们这个它的动态性能，包括他们的如何的泛化和表达，最后怎么实现这个多模态的人机交互啊。下一个，里头包括一些这个比较核心的主要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都是面向未来的，可以使人机交互，使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可靠，这更好用的这个提高用户体验的一些问题啊。接着往下翻啊，包括自上自下的控制啊和表达，这个自主决策和这个它的这个执行和它交互，最后是怎么提高它的效率和这个可靠性啊，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新的算法啊。下一步里头包括它的整个的理论模型和真正的实用啊。下一个里头用了很多很多的新的这种方法啊，不只是深度学习的方法，深度学习只是我们的一个 model， 这个M5 之一啊，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包括的BCI， 包括 behavior study， 包括 neural imaging 和用新的这个集成的系统来这个研究新的这个人机交互和这个智能的算法。下一步啊，里头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融合，视觉、听觉，这个位置触觉和这个很多人工的这个都怎么按照人的这个更好的整合信息的办法啊，来实现新的智能系统啊。下一个啊，这个里头我就说，从这个机器人的2.0到人的2.0，这个项目都会有非常大的作用。下一个啊。这个里头包括在心理健康保健、机器人和这个工业制造里头都会有很大的应用。下一个啊，里头包括这个人机各种的服务系统啊。下一个里头未来的机器人和人机共存的一个场景的控制。下一个啊，包括未来这个认知工厂里头的一些应用场景。下一个里头，这个项目里头也是中国的这些比较大的公司，华为、京东方、英特尔啊，还有德国的飞利浦和 Airbus 和大众啊，还有包括最近的西门子、库卡啊，对我们的项目都有一些投入啊。他们关心的包括深度学习、大数据、自动驾驶啊，到这个诊断系统、人机交互、环境感知等等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兴趣。下一步，实际上这里头我就说传统的 ICT 和这个 AI 和 robotics 加上 manufacturing 啊，今天我们中午在讨论，实际上在这方面需要的人才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但是这个里头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它的前景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通过这些我想这个题目在3年、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都会有新的题目可以做，新的 business 可以创出来啊。下一个啊，
这里头我想这个提到了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方案，包括这个川普的新的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日本、韩国、德国的这整个的方案啊。现在中国也对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视啊，这个投入也非常非常大。我想这个把中国的资源咱们利用好，把中国的智能制造跟国际的智能制造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创业的机会啊，这里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好机会啊。下一个，实际上这里头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创新创业，包括自重构的机器人、自适应的、可靠的、安全的、这个灵巧操作的，还有很快速感知的、决策能力的和认知能力和高性价比的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可以这个按照这些指标这些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的提升啊，来进行创新创业。下一个，就包括这个一些关键的技术啊，现在在 CES 里头也逐渐的看到一些新的这个趋势啊，包括怎么让机器人自动的快速的理解这个环境啊，新的这个灵巧手、新的这个灵巧操作、自然的人机交界面、跨平台的开源算法啊，还有模块化的硬件软件等等，还有柔性机器人啊，这个都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很好的技术啊。最后我就可以结束了啊。这个我想这个中国的智能制造和这个德国的智能制造现在都是在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在接近啊。我想在这方面很多问题都是全球的问题，包括人才的问题，包括这个跨学科的问题啊。我想啊，咱们这些这个群体啊，我想跨两国的文化啊，然后又了解双方的这个技术的最好的这个长处，然后我们把中国的这个制造的这些优势和我们的中国的大量工程师的这个人才的优势和这方面的技术优势、这方面的这个创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够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方面能够产生出更多的可持续的创新公司。谢谢大家。